Thank you.
make you bold, make you brave. I'll keep love forever, ever, ever. Read it backwards, read it forwards, read it backwards. Fine for your insides, for your outsides, for your insides. Think, make you brave, make you bold, make you brave. I'll keep love forever, ever, ever. Thank you.
Dear God,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gifts to us. Everything we have is a gift from you. Now we bring our offering to you. May God accept it. We pray in your name. Amen. 好，现在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从约翰一书四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There is no fear in love, but perfect love drives out fear, because fear has to do with punishment. The one who fears is not made perfect in love. We love because he first loved us. Now we pass the question. Hello. 在视频前面的爸爸妈妈、小朋友们，主日平安。很高兴再一次的我们又回到线上参加亲子崇拜。相信这一段时间大家每个家庭都有各种不容易，又我们经过 MCO， 在这一场灾难面前，我们人人都面对着很具体的一些挑战，但是我们仍然感恩我们还有机会，还有生命气息，可以回到上帝的爱中来分享他的话语。我们也相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也是靠着等待，靠着忍耐，我们来期盼疫情过去的那一天，希望恢复真正的自由。老师今天给你们分享的这一个题目是取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爱是忍耐。你们知道吗？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家庭，他们在遭受患难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也待在一起，他们也好像我们现在一样，经历不能去教会，不能出去 shopping， 也不能出去做运动的一些情境。那一个家庭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挪亚一家。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挪亚一家呢，他们经历了全面的一个大洪水，全地都有洪水，上帝也让超过16000种的动物进入了这艘大船里。那时候其他的人呢都不听劝，只有挪亚一家进入了大船，他们的生命得以保守了。大雨下来的时候，上帝就把门关了。你们知道这一家人有多少可以在这艘方舟里吗？请你们来到这一个图片的面前，你们仔细的找一找，在这艘方舟里面到底有多少个人呢？老师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你们找一找好不好？好，请仔细哦，左边、右边、前面、后面，仔细的找一找哟，大声的数出来，有多少人呢？让爸爸妈妈听清楚你们数的数字。对啦，你们真聪明，是的，有8个人在这一艘方舟里面。你们看看旁边，他们都在做什么呢？他们都在照顾那些小动物、大动物们。在这一段很艰难的日子里面，他们不但要照顾自己，他们还要照顾好多的动物。这可不是你们家里所养的那一只小猫或一只小狗这样的简单的宠物哦，这里可是一个庞大的
动物的种类啊。你们知道这样的生活，他们在这所方舟里面待了多久吗？他们不能出去，一直待在这里，总共有超过一年，有378天呐、啊！哇，这么长的时间呐、啊！他们要和这些动物们待在一起，那动物也要关在这个里面一年多啊。他们也会很辛苦，是不是？他们的脾气也会很暴躁哦。那他们要住在一起，又怎样来表达他们的忍耐？怎样的表达他们彼此相爱呢？老师这里讲给你们，忍耐呀，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或者是凡事都顺利。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喜欢一样玩具，他马上就想得到，如果得不到的话，他就会哇哇大哭哦。像这样，他不能期待那一个需求，不能在忍耐当中去度过，立刻都想要得到回报，这种情绪呢，它就会上来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接下来啊，老师和你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小的活动，你们也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一下亲子互动。请你们来起立，按着老师所讲述的，你们来做动作，可要仔细的听哦。老师会说得很慢很慢，也许你会很着急，也许你很不想再继续听下去，不想跟着再做了，但是老师要鼓励你们，因为这可是有对你们好处的。来，请你们伸出你们的右手，记得是右手哦。你们再伸出你们的大拇指，再伸出你们的食指，在你们的嘴角边指一下你们微笑的脸，然后说 good。 指一下你们微笑的脸，说 good。 这一个动作呢，称为叫做爸爸，它可是对于那一些不能说话、那一些不能用任何的声音来表达我们想要说的东西、想要说的话、想要发的脾气的那一些，他们没有嗓音的那些人，我们称为叫哑语。他们只能用手来表达，用表情来表达他们心里所想的，所以他们要喊爸爸的时候也没有你们那么方便呢，他们要做。但是你还得明白他们所表达的意思，是不是也很困难呢？我们现在继续再做下一个动作，伸出手，右手哦，伸出你的食指，伸出你的小手指，也是做一个微笑，指指你的有没有笑容啊，然后卷起来，也是一个小指头的 good 哦，这个表示妈妈，妈妈。好，你们记住了吗？下面呢，伸出你的右手，然后你指着你自己，表示我，指着外面，表示你。还有一个动作是伸出你的两只手，你的左手要握成拳头，你的右手盖在你的左手上，抚摸它，表达爱。
好，我们一共学了几个词啊？我们学了妈妈，我们学了爸爸，学了我，学了你，学了爱。哇，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说出这样的句子了。来，跟老师一起说，爸爸，我爱你。你们先喊爸爸，我爱你，对吗？那也可以说妈妈爱我，我们可以说妈妈爱我，也可以说我爱爸爸。啊，接下来老师就给你们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互动2分钟的时间，你们来没有发出声音的任何情况下，你们来练习这几句爱的语言的表达。时间过得真快，是吗？我相信你们都操练得很好了。这一个呢，是一个小的技巧。如果当我们有什么事情不顺利，我们想要发脾气的时候，这个叫延缓怒气6秒法。老师有经过很多很多次的试验，我们也告诉一些小朋友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试验。当他们怒气快要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声音停止一下，以免说错话，以免发错脾气。我们来学习做刚才的那一个爱的手语，这个很快。或者呢，你呢来数6秒钟，当你这样的一个动作做完的时候，很神奇哦，基本上啊，我们就不会像之前很生气那样的去处理冲动的一些行为出来了，我们就能够平静下来，来处理我们的那个时候的怒气。这个叫我们忍耐的第一个层面，我们要做到延迟满足。那作为忍耐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层面，就是说呢，不是说任何事情我们当遇到生气的时候，我们都把它憋在心里，我们不要说出来，我们不要表达出来，然后我们就伤害我们自己了。我们要有正确的表达，而不是冲动的行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忍耐呢也不告诉给我们，我们需要得到一些时间，我们需要等待让对方悔改的一个机会。我们不是没有原则的，因为了忍下去，我们的这一个原则是要告诉他们，这一个事情错了，这个事情不应该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有一个悔改。这也是忍耐的爱的一个表达。我们的小朋友有很多时候啊，他们期待着爸爸妈妈的爱，有时候他们又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状况来试探爸爸妈妈是不是很爱他们。但如果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没有明白他们所表达的呢，可能就会在这个事情上呢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那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一个绘本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启发。故事中的小女孩呢，她不断地要去试探着妈妈的爱。我们看一看，听一听，这位妈妈是怎么样来回应这个小女孩的。我们也可以听一听，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很刁难呢？那你可以比较一下，你家里的那一位小宝贝，可能比
这一个小女孩要温和多了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妈妈，你爱我吗？当然啦，小宝贝。那你有多爱我呢？我爱你胜过乌鸦爱它的珠宝，我爱你胜过雪橇犬爱它的尾巴，我爱你更胜过鲸鱼爱它喷出的水花。那你会爱我多久呢？我爱你直到爱斯基摩人的皮筏艇可以飞上夜空，我爱你直到天上的星星都变成了鱼儿游来游去，我爱你直到夜莺可以飞到月亮上鸣叫。那我拿着我们家的鸡蛋，我很小心很小心的拿着哟，可是我还是把鸡蛋打破了。那你还会爱我吗？那样的话妈妈会很心疼哦，但是妈妈依然会爱你啊。那我有时候把鱼儿放在你的毛利大衣里了，如果我把小松鼠放在你的手套呢？如果我把小老鼠放在你的靴子里呢？你还爱我吗？我当然会生气喽，不过啊，我还是会爱你的。那我有时候把水躺在了油灯上呢？宝贝，那样的话，我会更生气哦。可是，我还是会爱你的。那我有时候离家出走呢，我坐在南湾里学小狼叫，和他们一起住在冰洞里呢。那样我会很担心哦，我很难过，但是我还是会爱你的。那我有时候变成了牦牛，长得长长的脚。那我有时候变成了海象，长得长长的牙齿呢？你还爱我吗？哦，天哪，我的小宝贝，这样我会大吃一惊哦。我也会很害怕。我有时候变成了世界上最丑的北极熊，我长着长长的牙齿冲进了你的帐篷里，妈妈，你会尖叫吗？哦，那样的话我会很害怕很害怕哦，但是我还是知道，躲在北极熊里的是我的小宝贝呀，我还是会爱你的。我有好多好多的爱要给你，也会爱你很久很久，因为你是我最亲爱的小宝贝呀。故事中的小女孩反复地问着妈妈是不是很爱她，妈妈呢又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们知道爱是恒久忍耐，妈妈爸爸对孩子的爱啊，
那可是没有任何的条件的，那也是永远的。我们的小朋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成长，也希望你们更多的去体会爸爸妈妈的爱。你们现在也可以给你的爸爸妈妈一个拥抱，告诉他们，妈妈，爸爸，我爱你们。那今天的手工呢，老师来教你们做一个捕捉阳光的爱心。这一颗爱心呢，代表着你自己的心，我们放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创造的阳光来照射你的心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就会很快乐，我们的心也会天天的长大，我们的心也会更多的学习忍耐。首先我们有拿出一些你们喜欢的颜色纸啊，一个长方形的，如果纸大你可能剪出来的心就大一些呢，我们可以对折，然后我们再把它对折。在对折的这一部分呢，我们把它剪成一个半圆的一个心形的样子，剪给你们看哈。你们也可以先画了那个形状，才来按着剪。那有时候就直接剪了。剪下来一打开，因为你折了四份呢，你打开的时候它就会是两颗心呢。啊，我们先不要动它，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是吗？我们再呢，有隔一段距离再剪多一次。剪多一次下来呢，就成了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得清楚吗？啊，当这样一个形状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啊，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有空心的一颗心了，然后它打开是两片呢。好，我们先放下一片，我们拿其中的一片呢，要用上你的这一些贴纸，就把它在这些地方呢连线出来，啊，就贴在你刚才剪好的这样子，它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样子。剪好以后呢，这里它呢有贴上一些啊边缘的部分呢，我们就来贴上你的glue。在这个心上面，啊，我们涂上一些胶水。涂上了以后呢，你就把刚才另外的一片呢，把它盖上来。就做好了，它的另外一面你就可以把它连去你的窗户上面，或者连在你喜欢的地方，或是把它连在这个白板上，是不是很漂亮呢？希望呢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再继续下去多做几颗，你们可以有不同的颜色贴在你们家的大的窗户上面，你看看很漂亮的，是把它贴在这里。希望我们的心呢，天天喜乐，天天学习忍耐到底，天天学习爱是永恒。谢谢你们今天参加亲子崇拜，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下一周再见啦，拜拜。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